你知道坐地铁等位的时候最怕碰到哪一种人吗？就是他坐在那边，他一直你看左顾右盼，然后在那边给我收拾东西，就搞得很慌张的样子，给人他马上就要下车的错觉。结果老子都下车了，还没有下车，操！这家店叫 Rack Bar， 这个菜单大家看着眼熟吗？这家店叫 RAC 两道杠，他们家应该很好吃。连菜单都是双语的，因为我们觉得上次那家可丽饼不太好吃嘛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换了一家店。没有想到，就是同一家，只是不同的分店。难怪叫两道杠，是分店的意思。对啊，好难喝，这个梨子酒有一股尿骚味。你喝过尿啊？这次的卖相好了很多哎。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因为他上期视频发布了他新设计的衣服啊，让大家都戏称为什么土味童装，所以我们今天是来感受潮流的。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商场，它是上海最特别的商场之一啊，这个之一是我给他加的，因为我觉得太狂了，真的是谦虚一点行不行？听说是这个潮流人士的天堂啊，所以我们去感受一下潮流。不谢是吧？我不想追逐潮流，我想引领。这个商场其实我们路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丝毫没有觉得它哪里特别。我一直以为这个漫画展是就是免费的，两个人要88块钱，但是挺好的，因为它这个展它这些漫画都是可以卖的，刚好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就放家里可以挂起来。反正它这边展出的就是一些漫画的原稿，也不是很贵吧，刚看了一下介绍，可以买，就是说好像是拍卖了一张原稿，就是卖了48万美金。也差不多这么点吧，我们逛逛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已经开始后悔了。啊，我挺喜欢的。你的喜欢什么？这个上面又没有中文，都是看不懂的。I like it。而且不是平时看的一些漫画，是不知道进来干什么。而且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说，全场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这就是原宝。我不知道你在这边给我装什么，你平时也不看蜘蛛侠，你在给我装什么？他现在就是给我骑虎难下，那个时候他要求要进来了，但是他自己又觉得蛮喜欢的，收获颇多，花了88进来5分钟都没有待到啊。走吧，我是刚才不知道这些丑丑的玩偶为什么要几万块钱，大家也想不到你那个丑丑的童装成本一件就还要60块钱啊。不录了。就这家店叫什么？叫野蛮生长。野蛮生长这家店的店员，我是空气吗？他每次看到我就是背道而驰。是怎么样？老娘就是一看就是买不起，是吧？其实这家店的衣服真的挺好看的，我刚才挺想试一下的，但是他太不鸟我们了。那个店员就是一看到我们就假装就看不见，我们是空气吧？你知道女明星其实还是蛮有钱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件衣服要多少钱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今天错失了个大客户，就给爷整笑了。这个商场的东西，他卖的东西都是就很有设计感的那种，但是你懂吧？就是如果你穿着像我们这样日日奔波的来，真的是没有人招呼你。这个商场我记住了，今天我受到的屈辱，改天我会穿着帅帅的在这边找回来。改天我们就穿着我设计的我们那情侣服再来一遍，震慑他们。我也想拍。你也去拍一下。志雄是这整个商场里面唯一对我们热情的，我哭了。
你不愧是国宝，不愧是国宝。你不戴眼有色眼镜看人，因为你只有黑白的眼睛。对啊，那些人真的是。这个可爱还是这个？这个可爱。真的？哦，我了。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可爱一点。天哪，这个是人类可以戴得出去的吗？这是口罩啊。这口罩。你让大家猜你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来，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的？我觉得一般人都想不到的。等会演示给你们看。啊？实在是略显母味。我不懂，两个人选。所以这个是啥？是个口罩项链是吧？对啊，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喝多水，这样我就把它放下来，这样，喝的就对。你看你，就是这样，就像这样，然后你就不会忘带，然后它也是一个装饰品的一个概念，哦，一个项链的概念。没收钱。哎，你这脖子上的装饰品挺好看的。啊？没收钱。哪里买的？你尝尝。好甜啊，嗑到了。我尝尝你的。哇，好恩爱的小情侣啊。喜欢啊，可以买给你哦。但我没有 Apple。 刚见面的时候还会带我上去救，现在就只有在下面看的份，是吧？我给你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啊，我在下面给你玩个游戏好不好？你有胆量玩吗？有啊。说出来，当时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穿的什么衣服呀？我有拍照片，所以不要相抵赖。我们彼此啊。嗯。那我先说吧，我先说吧，我先说吧。你要说我的，对吧？你穿的是那件红色的格子毛衣，然后下面穿的是一条很土的黑色牛仔裤，那你然后外面穿的是我的外套，绿色的。我穿的是什么？那我就记得你那件外套绿色的。那我里面穿的是什么呢？应该是格子的什么吧？什么？不记得。那你这个问题根本……那你这个我玩个屁啊！就是我们不是在一起三天吗？那时候，三天他还带我去了上海大学吗？你带我去上海大学吃了哪些东西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猪，我记不得。我带我去可能有吃了烤面筋，吃了吗？你带我吃了葱油饼啊，然后记得我们有吃一个黑肉馅的奶茶，那个什么，啊，就是那个。对了对了，啊，终于想起来一个，好丢人啊！这什么好丢人的？真的很爱这种深情的戏码哎！我就是啊，只有爱得深的人啊，才能记出来这种小小的细节。哦，我记不得，就是不爱啊。羞愧吧你！羞愧啥呀？你自己心里数啊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